来，今天的 vlog 很迟拍，原因是因为我下午太累，然后现在9:11。今天主要是来介绍这个地方，来看一下周围。OK， 慢慢一个一个说起，从这边开始就有狼人杀，还有这个喝酒必备。因为每个拜五他们就会小小聚会，就是我们自己宿舍人就坐下来一起玩狼人杀，还有 Avalon 扑克牌当然也要有，还有麻将哦。然后这些酒瓶就是他们互相杀人的时候用的。然后还有这个重点了，本来买没有 budget 的时候哎，为什么用这个？因为就是要玩 disco 的效果。结果有 budget 了，他们做什么？做这些东西。然后再分享一个就是，哎呦，走完 RV Lewis Enterprise 的 shop， 然后是准备去开一个 bank， 然后过后会有 website， 所以你们要买枕头的话就去 website 买会直接一点，然后可能过后那些 Shopee 啦都在上，要计划很长远的计划一下。你床哪里？有点懒惰，有点床。然后这个沙发就从我家拿的，还没介绍一下，为什么会拿呢？因为之前我们要做那个三巨头直播间的时候，我们就太空嘛，房间我们就用这个沙发，然后我们从我自己的宿舍搬了一个，还有一个三个位，然后这个沙发呢就不用讲，就是上面那些物主留下来，而且是很旧一下。还有今天的 vlog 就是讲这些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早上的时候练 gym 嘛。练 gym 每天拍 gym 是闲的嘛，过后就要拍小摊，想好几个 topic 过后要拍，你们要注意。然后就现在就进去房间看一下他们，看完呢就已经 close 今天的 vlog 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有点累，因为我们做 gym 哦做得很累。然后还有一个人留言讲什么呢？讲剪累就不要剪，直接放上来试一下看，那也可以。我咬字这样不清楚，放上去你们录的不录？不懂讲我讲什么是不是 ？OK， say hi to my vlog guys. Hi, fuck. Hi. 现在换一个房子。OK， 讲 hi 一下。Hi. OK， 完了，拜拜。不要，不可以玩，这么玩。别做。这里吃，就我放位了，你们吃什么在房间？自己吃饭。坐在房间吃饭。吃饭啊。也很臭哎。看你的大 big bird，现在我们就上去看一下自己的房间会变成什么改装。OK， 就是有教练，就是有小健，就是有阿潘，然后还有人文。怎么小健很少出现在我的乱？因为小健最近小健跟吵架了，刚吵，我没有讲话。小健有认识这个吗？不喜欢音乐了，迷上电话。来，现在出一个题目，出大便要押韵了， okay. 来，一人一句。OK， 炒面。炒面是什么？炒面跟大便没有关系。对，要押韵。押韵，押韵。炒面，然后到他。倒水。到他。方便。哎。OK，我先随便。随便。哪里？炒面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人生短短几十年。阿威。就为了钱包那几块钱。我的名字叫小健 ，OK， 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跟我说再见，因为我将要带你们冲上火箭。哦！他的名字叫潘威倩，身上带着 gold chain， 他的身上没有一分钱。So, 今天 vlog 就到这边，介绍一点东西，然后我们的床又换过来了，为什么呢？阿威，那阿威 ，OK。
床，再来押韵，床。床。床。弹。上床。结束，我不要继续，很爽啊。来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，各位晚安。疫情期间记得多洗手，戴口罩。床，饭团，就这样，再见。